要不给他。他整个下巴都是隔离塞子。啊，我有收买到阿用了，他对我好放心哦。哎、欸，你抓人家干嘛？没有，他应该是鸡头。他都轻轻咬，很轻啊。嗯。好像阿飞。还在凶吗？还在凶。我们欢迎好久不见的沙西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这集要拍什么呢？看到一只很大的鸡，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集要拍什么，因为他家太多东西。你要不要先介绍你的鸡？哦，它是梵天鸡，也是婆罗门鸡，它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鸡种之一。然后它是公的，它很黏的，它叫不准。我会摸它吗？听说它会挑衅，它闻到感觉到你有害怕的气息，它就咬你。好，我要眼神让它知道我觉得它在偷，它在看瞄我。不准！好，突然不会动了。在催我。那鸡头很厉害，就是三轴稳定器啊，对吧？在动来动去。是超级，你再动一次，它真的超定的，定格到根本身体动，头不动。三轴稳定器，生物界最准的，但吃东西很不准。还有吃东西很不准。其实我今天跟小金明约要去拍土拨鼠，他土拨鼠超级可爱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上去找阿用跟阿赫。对，小金明家一定 everywhere 都会有鳄鱼。好，猜猜看鳄鱼在哪里呢？猜猜看。好，来拍一下，拍一下。要它出来吗？哇，我脚踝是不是刚刚有危险啊？这两只是最，也是跟妹妹一样。哇，不准你挡到我的，不准你挡到。不准可以跟。哇，你怎么可以跟鳄鱼相处在一起啊？它是鳄鱼的食物吧？还是不准是欺负鳄鱼？不准是欺负鳄鱼。鳄鱼经过，它会偷啄一下，然后鳄鱼就吓到。但还好鳄鱼比我们，哎，你拍不准你脚，脚超美的，就是那个它这样子踏，对，然后抬脚，它在那耍帅，就说你看我的毛很漂亮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去找吧。哎，我们跟阿哥吧。而且一路上沿路应该都还会有不同的动物。哎，要不要先拍它这个？也是新的树嘛，是绿树嘛，很乖的树。那其实里面有虎鼻龙眼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好呆哦！里面有三只，这是紫鳄龟，在拍什么？糖糖，他在看我。谁在看你？糖糖，他是猎人吗？走，我们不要欺负喽。生高丽菜，听说这是他们最爱的，对不对？特别准备 ，Go！ 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多去楼上，去楼上了，听到我们声音，乖乖，乖乖，你好。这个就是阿用阿哥住的地方。哇塞，你这饲料就一定要翻出来才肯吃，是不是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，我怕他们会全部吃完的，那我会先挑的。来开大罐罐，好可爱哦，太好看了，哼，超级可爱，但是动作很，很像人哎。鸡来了，快给我，鸡也来啊，给他嘴巴。哦，好可爱。你打到我，你打到我。跟他们用手手，你怎么吃一下？丢了，好可爱哦！先偷摸它好鸡，那我先把门关起来。嘿嘿，摸下去，最可爱的。还用来咬，关掉。还用来的，还用比较胆小一点，但食物还是可以让它。哎，那你不在我们在这里，它会怎样？它不会怎样，会来吗？继续烦我，我想要被它烦。我手上都是那两只土拨鼠。啊！咬破了，破坏狂，这是土拨鼠，就是最有名的。它整个吃下去，是吧？可爱，这只是阿伯的哎，你看外表认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脸就认得出来了。阿伯比较胖，你说小胖子是他。
因为他们打架很好笑，我有看他们，他们会来回去，但是会受伤吗？不会，没看过他们受伤。所以他们其实算是也很喜欢同伴，是一群群体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让我感觉像是比较好兄弟。对啊。拍摄各种太可爱的动物，总是疯狂谋杀基地。这时候，一台轻巧好传输的外接硬碟就超级重要。Toshiba Canvio Flex， 轻巧时尚的外形，拥有 USB Type A Type C 设计，适用于 Mac、Windows、平板各种跨平台装置，传输速度快。请忽略我很乱的桌面，这么方便的外接硬碟最适合乱七八糟常常找不到对的东西的人了。我随时都需要好几颗帮我备份每天拍下的各种影片照片，上山下海世界走透透的珍贵画面都在里面。几颗硬碟随身带着，我的小宇宙要什么有什么，有 1TB、2TB、4TB 三种容量。另一款 Toshiba Canvio Advance 拥有进阶的密码保护软体和自动备份软体，充分保护创作者的心血和隐私。外形是优雅的织纹，有黑、红、米白三种颜色哦。还有 Gaming 专为游戏爱好者打造的外接式电玩储存装置哦。那抱起来要怎么抱？抱起来，像我们这样抱小孩这样子。然后，这样抱起来。好可爱哦。这样抱。哎、欸，你要啃我项链。硬硬的东西有口感，他都讲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啃我手干嘛？咬也不会很痛。他亲亲你啊！你干嘛？亲亲。好可爱。你要下来？让我爸爸看。好，可以吗？哇塞！然后他不开心，然后他会叫。我没进门。还在偷啃。我刚有给你吃的呢，你不要生气哦。他比较紧张，他就想下来，就这样装着。他用手握着，然后一握就烂掉了，然后就弄到处都是。然后他握着握着。哦，他们算是大型土拨鼠，很害怕。它跟一般的黑尾土拨鼠不一样，他们体型比较大一点点，因为体型大，所以破坏力也强。所以你看我这边东西都会凹凹的，然后凹凹的，然后门后面一定会装铁板，然后还被咬坏了一脚。哇塞！要被咬的话会扯，然后他们的空间要需求的话比较大，然后像他们很不喜欢关笼，不准你不要再叫了吗？很不喜欢关笼，所以要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破坏。对。所以就你家要可以让两只土拨鼠自由自在的全部开家的话，你才能养。对，因为像阿佑他就是很怕关笼，你一关笼他就会这么超害怕，他就是到处爬，他们都是行动的那个肉泥啊，一摊一摊的。就有个两只姿势会一模一样，要复制起来。你在拍下他们屎尿？哦，那个大概是一天粉，因为非常臭。我今天完全不用劝退，够可爱，但是没有人有办法演。我看到你的影片，他们把自己埋在那里面，就是要射在里面啊，然后就拨一拨，他们就是喜欢拨，就像拍户外的图那样子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洗过比较干净。阿爸，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会比较不重，然后这种地方它会每天清。你看我早上才清完，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就被他们翻的人家乱七八糟了。那个有用，今天有用超爱吃。有用最爱，他们两只有不一样的习惯。对，有用。我们家不想用。有用，高丽菜。有用。高丽菜啊，是高山的，这个就真的要，这真的要吃播。收音。看什么？然后他都很懒，都趴着这样吃。对啊，为什
快吃完，它的下巴整个都是高丽菜吃，然后再过来爬到你裤上。鸡来了，鸡来了！啊，不准讲！它的牙齿超好笑，真的就好可爱哦。梗。他们真的各有喜欢的食物。踩到他，你不是不爱人家要收音，你就在那边哦，抓了，小手手真的好可爱哦，手手可以吗？吃了，他是两只睡，然后你再吃，两只一起要这样，看谁他们，给他给他吃。手很灵活哈，这脚很能站立，然后前脚又很像手。对啊，你看他坐着就是很像手。对啊，他们哪里都好笑，那硬要去吃人家的。他们都是这样子啊，很坏。智商很高吧？嗯，他们很聪明，看得出来。你不要去咬他的下巴啦、啊！他吃鸡冠，他在吃鸡冠，超好笑的。你咬这干嘛啦？你咬他嘴巴干嘛？你都没办法好好那个访问，因为太好笑。哎、欸，你抓人家干嘛？没有，他应该是鸡头。他都轻轻咬，很轻啊。真的好可爱哦，他刚才也有轻轻啃。不准的脸看很享受，好笑。然后他就帮他啃啃哎、欸。到了。这是中毒吗？对。中毒。我一走出来想说，我们家就没有，今天完全没办法好好拍。我去，我就一直在那个。我去录他肚子，他会怎样？他喜欢不会怎样？就是可以轻轻拍，他喜欢拍拍拍拍，然后再就打呼了，就是一滩肉泥这样子，太酷了。但阿布不怕他，我看他到底在来干嘛。等一下，不准弄弄。直接换屁股给你，最怕的是。他尾巴哦，他在换毛，所以有两个颜色。超懒，而且。不会呛到哎、欸，躺着喝水，好笑。嗯，有听过土拨鼠打呼吗？嗯，好像阿伯，是不是阿伯就是阿伯？翻身瞬间，他怎么瞬间翻身？哇、啊，土拨鼠真的是可以做各种贴图，然后随便一个动作都知道。我觉得他们要出贴图。大家的心声，萨西米听到了。阿用阿伯超可爱钥匙圈，请上二邻居与萨西米订购哦。脸书和 YT 频道追起来。他又要干嘛？我都他每次要做什么都觉得超想拍的，因为我弄一颗奇异果。奇异果？你觉得他要干嘛？打水。哇、啊，他这种天气还长被子。对，他就喜欢暖暖的，所以他们的适合温泉哦，好可爱啊！现在先测躺，他待会一定会躺下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最后阿用还是翻过来的。很久好久。他毛其实是好薄。哦，都是菜汁。牙齿红红会有红红汁。啊，我有收买到阿用了，他对我好放心啊。耳朵熊熊，然后他的脚蠢蠢欲动，这是因为舒服，他很想抓，像狗一样。花很多时间才可能会真的是很亲人，就像这样子到处睡啊，然后在里面也躺着睡啊、打呼啊之类的，然后需要比较多耐心，因为小时候比较会破坏，或者他有时候咬会不知道力道，所以你要慢慢去教。就是有办法养鳄鱼的，就有办法养它。这太夸张了。对，像阿伯他就是他来我家之后，就基本上是养房间，他会跟我一起睡觉。我时间到没回家，他就会直接到我棉被里等我。哇塞！然后他就一定要睡我旁边。暖被子。对，暖被子，然后睡我旁边，然后一定要靠着我身体睡这样子。所以他很黏人，他超黏人的。你的房间就变成那个拾荒老人那种家，就乱七八糟。超级拾荒。对，然后你的卫生纸啊，然后你饼干、垃圾、塑胶袋，他们都超喜欢偷那些的。所以一只一个月伙食费3000块。
应该是三千块有办法，但是不包含实价的蔬菜，这个才最贵。但是高丽菜大概吃一天多就没了，这样子。现在高丽菜超贵啊，它整个下巴都是高丽菜。坐姿好好用啊，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看我们影片就好了，大家是除非你有心理准备，他会把你家改造成他们家。对，把你房间改造成他们家。他如果不给他，他会收紧这样。叫他抓一手提烟，然后他手跳跳，还把东西摆在地上，然后这样子，哎，鸡放地上，他跑不见啊，然后就这样去那个便利商店啊，店员说，那是鸡吗？我说，哦，对，我说因为我怕他会叫，他没看到我会叫，这很无奈。好时尚哦，超时尚，我觉得那个 Chanel 或什么一定要造这个最公鸡包，公鸡包。那我们就在鸡的神奇身手稳定中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不爽我，他也这样。那个小金米保护我。让他走，让他走。什么让他走？你怎么这么难看？还在凶吗？不行了，小金米，你赶快把他放走啦！没有，我们为了画面，他忍耐一下。他要攻击我了。哎呦，鸡而已。再怎么，就是 OK 而已。不行，这样我真的是攻击我哎，太酷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防卫而已。台湾天，让我站起来呢。动物会比人走啊？比大小会吗？